新年光阴里。诺鲁学生欢唱中文歌，迎接总统蔡英文抵达诺国。蔡总统颁赠彩玉大勋章，表彰诺鲁总统瓦卡对台诺关系的努力。蔡总统海洋民主之旅第二站来到诺鲁，欢迎仪式上不仅有大阵仗的表演队伍，学生也献上当地传统歌舞，气氛十分热闹。台湾和诺鲁都是广大太平洋中的一份子，我们有共享的民主价值，也要共同守护海洋环境的永续发展，这就是我这一次海洋民主之旅最重要的精神。蔡总统这次访问诺鲁，除了促进友邦情谊，也将见证两国签署海巡协定，为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共同努力。那么这次我率团来访，将会见证两国海巡合作协定的签署。未来我们和诺鲁除了共同执行陆地上的农业、医疗、人才培训、洁净能源等计划，也会把合作的范围延伸到海上搜寻及执法的演练。稍后，蔡总统进到诺鲁国会发表演说，诺国国会也当场通过欢迎蔡总统访问诺鲁决议案，由总统瓦卡宣读拒绝一中原则和一国两制框架，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。